要遇见的人温柔带点天真，真的期待这一座城有人为我心疼，居然能够牵着一直不停聊到黄昏，我们两个人的默契满分，忽然发现你对我好像有一点认真，我不管要打开你的心门，我的猫主人骄傲的眼神却总是在我身边永不离分，这样的缘分前世到今生命中注定有爱真的有可能，我的猫主人骄傲的眼神却总是在我身边永不离分，别再假装了，请给我一吻，乖乖听话，我最爱的猫主人。谁让你随便跟别的男人过七小节的？随便？我哪有随便，我可是深思熟虑挑的人，不入不选，焉得虎子。我不允许你跟别的男人过节，更不允许你对别的男人笑。凭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人。现在就懂了我，你们不知不觉就会爱上彼此，以后遇到危险要这个领导，方圆十里之内我都能听得到，我都会过来。你这是在关心我？二叔，小薄荷伤势如何？已无大碍，只因脾脏受损导致身体发寒昏迷不醒，我开个药方按此方服用三日便可苏醒，不过小薄荷体内寒毒内侵，服药前万万不可再受寒，否则就连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。少将军，这次多亏你和小薄荷拼死相救，我弟弟才能醒过来。小薄荷的病我也有责任，莫二老爷，不如你把药方直接给我，我让冰兰去抓药。公主，你不熟悉厅里的药方，还是我来置办药材吧。就不劳烦大家了，你们先请回吧，小薄荷还需要好好静养。小莫，谢谢你在临终唤醒了我，为了我还受了伤，虽说我及时吸取了魂珠的能量没有昏过去，但是真的好危险，答应我以后好好的保护自己，我会帮你找到哥哥的。少将军，你还有别的什么吩咐吗？你去帮接下药吧。好。怎么还这么凉？怕是还要烧起来。你我的相遇就像奇迹，你会好起来的。这夜晚晚来皆聚集，抬起头仰望那辽阔天际，暮色星辰触手可及，开始辗转难免思念你，一次变得心有灵犀，那一天默默许下的约定，从此以后形影不离。
的来不及，拥有守护着你地老天荒的命运。若有真爱的情深埋我们的心底，这一吻就已经确定，这一吻重写了约定。这段时间是这只臭猫在照顾我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。都两天了，怎么还不行？妆也退了呀，真的是个大笨蛋。你说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类，为什么要帮我挡那一下呀？啊，不要命了？不过那一下倒还挺像是个主人。终于承认我是你主人了。什么主人？你发个烧把脑子也烧坏了。反正我是听到了。吃药。不要，苦。苦也得吃。吃完这个面筋果子就不苦了。来。苦。不苦了吧？我要不是看在你生病连累我的份上，我才懒得管你，自不量力。什么叫自不量力？作为一个主人，如果连宠物都保护不了，还算什么主人？好，那下次你病倒的时候，本王子不介意再用嘴巴给你喂药，不过仅限一次。这次的事情多亏了大家，飞德才能脱离险境。我在此谢过各位了。昨日我收到了父王的来信，特邀少将军前去部落签订友邦协议。在这里，我预祝一切顺利。飞德，快去给少将军敬酒。你这条命啊，可是少将军捡回来的。之前多有得罪啊，还望……哎，不必了。少将军的意思是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不必如此拘束。这杯酒我先喝了。喂，你大病刚出愈，喝什么酒？喝酒。这杯酒，我替大哥和小薄荷喝吧。哎，不用你来，我自己来。
小薄荷，这次抓捕锦鲤你功不可没，为此还受了伤，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听少将军提起过，这魂珠对你找哥哥有用，这个红魂珠你拿去吧。谢谢公主。哎，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要给你一个完整的红魂珠？敬你一口。哎，想不到这有纹路的红魂珠如此精，我又不抢。我是想好像见过一个类似的，让你打完我忘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大概是一年前，父王收到了一个异世的魂珠，通透洁白，也有纹路，是一只天狗。哎，对，一只狗。这么说来，白魂珠很有可能是在落日城。很有可能。那正好，小薄荷随我们一起回去，到时候啊，我带你们好好逛逛，正好感受感受我们落日城的风土人情。嗯，求之不得，谢谢公主。几位爷，小店新来了几位歌姬，要不要助助兴啊？绝对不比那风月无边差。滚！好好的酒楼招什么歌姬啊？二少爷，您吩咐的东西，小店已经拿到了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夫人。月儿。母亲。娘听说你要去落日城，过来看看你。孩儿正准备去和母亲说这件事。玉儿，这段时间娘想明白了很多事情，也想通了许多以前想不通的事。娘好像从来都没有问过你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。之前的事呢，是娘不好，娘在这里跟你道歉了。母亲，都过去了，以后你的事儿娘就不插手了，在家念念心经能保你平安就好。玉儿，谢过母亲。娘尊重你所有的决定，娘先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。对了，娘还想叮嘱你一件事儿，虽然你从小到大什么都不爱跟你大哥争，可是有些东西该争取还是要争取，一味的退让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。姐，红魂珠找到了。本王子言出必行，不出则已，一出则一发命中。行了行了，找个红魂珠还差点把你主人赔上，还好意思在这嘚瑟。他那是自不量力，拖本王子的后腿。听小薄荷说你照顾了他两天两夜呢。他自己跟你说的？嗯，本王子屈尊照顾他两天两夜，他估计感动得一塌糊涂。有那么一点点吧。一点点？哎，还是不能对他太好。哦，多少姐，白魂珠我也找到了，在落日城。这么巧，怎么觉得你们找魂珠也找得太顺利了，像是有人暗中指使一般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姐的意思是，不可能，我亲眼看见疏忽死了。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没这么简单，你还是小心为上吧。
哎呀，姐你放心吧，本王子一定会亲自召齐四颗魂珠，到时候跟小波和解除契约回玉离星，我可以带上姐姐一起回去。我就算了，我觉得呀，天离挺好的。不过我还以为王子殿下会因为某人舍不得回玉离星呢。怎么可能？我才不会为了那个小薄荷待在这里。我有说是为了小薄荷吗？只有一点点感动。我会为他留下来。什么？什么？再说了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我？不对，肯定有事瞒着我。你好好清你的行李，不该你管的事情呢，你不要管。行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觉得我要干什么？别人都说公猫容易有黑下巴，主人我检查检查没有，但是你脸上长痘了，这薄荷草小火大。收进去。你看看你。我怎么了？想到啊，少将军竟然跟小薄荷发展到如此程度了。什么程度？我跟他一直就是简简单单的主仆关系，
我是主，他是仆。那奇怪啊，少将军不是很早就看上小薄荷了吗？还让属下出主意，一举拿下他。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我那全部都是为了跟他解除契约。少将军，您这怕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少将军很有可能是喜欢上小薄荷，但不自知。我，喜欢他？啊，怎么可能？属下有办法验证此事，不如少将军跟我打个赌。赌就赌，谁怕谁？谁输了，跑教场30圈。好，听少将军安排。我喜欢他。请。少将军，小薄荷出去帮您置办出行用品了。这是双华，从老爷府里特地调过来的。这是咱们府里最好的丫鬟。双华见过少将军，今日有我服侍您，还望少将军多多担待。你脸上长痘了，这薄荷草小火大。少将军，这是我替少将军向二老爷求的祛疤膏，双华这就为少将军涂上。你太优秀了。双华向厨房询问了您的喜好，特意准备了您爱吃的一切，少将军请用膳。看见没，什么叫优秀的丫鬟，小薄荷那样的算个什么呀。肯定是那臭毛子骂我。这莫修染是有毛病吧，去趟洛日城带这么多东西啊。梁祝，这还是秋天呢就开始发情了。丑猫，终于承认我是你主人了。少将军真厉害，距离打中酒坛只差了2丈。老板，您这儿有梁祝卖吗？有啊，白话版、原版和批注版都有的，不知道姑娘要哪一种啊？帮我来个连环画版的吧。好的。你是木头人吧？双华不敢。算了，退下吧。哎呀，如此看来，这小薄荷虽然爱顶嘴，整天叽叽喳喳的，但贵在真实，不像这木头人，无趣。你提他干嘛呀？哦，少将军，咱们该去教场挑选前往洛日城的精兵了。姑娘，随便看看。听说这天梨的胭脂细腻滋润，色泽持久，公主涂了肯定好看，到时候少将军肯定挪不开眼。本公主不涂胭脂，少将军也挪不开眼。哎，小薄荷，你这是？啊，见过公主，我这帮少将军采购呢。少将军都买了什么？给我参考参考，刚好我也要买特产呢。有柳叶斋的青团，我们公主早买了。文具堂的羽扇，来看一看，特别好用。还有
名品阁的白茶，打包了整整三袋呢。哇，那公主，嗯，有个带不走的特产，要不要试试？今日，少将军是来选拔去往落日城的精兵的。此次落日城之行，关乎着整个天离国的颜面，所选之人不仅要骁勇善战，还要德才兼备，大家一起戮力相助，休戚与共，一起完成这次友好的邦交。此次选拔分为三关，全部通过者便可获得这次光宗耀祖、门楣生辉的机会。下面开始第一关，扎马。今天我就尽这地主之谊，让你们尝尝天离国带不走的特产。没想到啊，少将军竟然又如此雅兴。雅兴，嗯，你看，配图可以全方位的让我们了解故事的内核，实在是妙啊！没想到驰骋沙场的少将军也有如此铁骨柔情的一面，不愧是一代名将。哎，小薄荷，你快给我讲讲，少将军除了学识渊博以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特点？你哪只眼看见他学识渊博了？这第一个嘛，就是他严于律人，宽于待己。脚步虚浮，有气无力。果然是治军有方，怪不得能训练出这么优秀的部队。不止严格，他这个人吧还好大喜功。莫修染将军人称常胜将军，多年征战沙场，在芒海、芒水、齐下一个。莫修染将军，天离国十大将军之首，今齐兰关一役一战成名，成为人人称赞的少年将军，至今为止尚未败绩，胜率高达100%，人送称号常胜将军。少将军真的是这样？嗯，不仅如此，他这个人还极其自恋，简直就是天离国自恋第一人。少将军果然是出类拔萃，样样都争第一，这样的男人真是少之又少啊。客官，您的菜。谢谢。哎，小薄荷，少将军就没有什么缺点吗？他脾气古怪，喜怒无常，他的心情就像六月的天气，说变就变。看见没，头发才是人类唯一的弱点。所有人都给我去剃光头。如此性情多变、喜怒无常的人，一个不小心就会殃及池鱼。哎，我真是太苦了。小薄荷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看呢，月都有阴晴圆缺呢，人当然也会有心情的变化啊。这只能证明少将军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活生生的人。少将军久经沙场，看惯生死，还能保持少年心性，实为难得呀。小心，来，我来。小薄荷怎么还没回来？可能要置办的东西比较多。少将军，从教场练完兵回来，我看您这一路都一直闷闷不乐的。你别跟我提那丫头。哎，少将军，你看啊，你只要一跟小薄荷近距离接触，你就手心冒汗，心跳加速。换丫鬟也不满意，坛子也打不着了。这短短不见几个时辰，练兵都心神不宁。我那是怕他给我惹麻烦。哦，罗峰，嗯，你现在开始学会套路了。我这是为了让您认清自己的内心，我真是煞费苦心。罗峰。
多久没操练过了？嗯，不是少将军，明明是我赢了赌局。40圈。少将军。50圈。60圈。我连少将军的一块跑了。啊。今日里琐事繁多，各方面如果有照顾不周之处，还望公主多多见谅啊。莫老爷不必客气，此次京城之行，我和飞德也收获颇多。哦，那这签订合约之事，还有劳公主多多费心了。嗯，大哥，这次落日城之行，我也同你一起去，有什么事也好帮你分忧。你如果能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就是在替我分忧。站住！听说昨日莫修染心情不好，还罚洛风跑圈，还是少招惹他为好。沙将军有什么吩咐呀？啊。大哥今天心情不好，不希望看到别人站在他的面前。小薄荷，今天你就同我坐这辆小车，让大哥坐在大车里，好好的休息。好的，二少爷。嗯，有本王子在，你们还想单独坐？怎么把对面那两个家伙弄下去呢？臭丫头，都是为了你。最近天气有点冷啊，大家洗洗暖和。是啊。是挺冷的，所以我一起。哦，这大病初愈的感觉真是好啊。从未跟人挤在如此狭小之地，哼，都是拜这个家伙所赐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这是哥哥最喜欢的诗。嗯，子墨兄曾与我饮酒对诗，他说自己深受此诗感染。乘着长风破万里浪，沧海之中勇往直前，我相信子墨兄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。嗯，小薄荷，我答应过你，不管你哥哥在哪儿，我绝对会帮你找到的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怎么好好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儿了呢？变味儿？他说话那么文绉绉，你受得了？念诗谁不会？真的吗？少将军真是能文能武啊！我们洗耳恭听。赶紧找找记忆。有了。《枯藤老树昏鸦》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
好事，好事啊！你怎么了，小布？这路有点颠簸，我有些反胃。靠！墨雨季被时就心喜感动，本王子被时就反胃作呕。罗峰，罗峰，停车！怎么了，少将军？少将军扮作二少爷的样子，然后做一些让小薄荷讨厌的事，这样损毁的是二少爷的形象，这不就达到了马文才的效果吗？拼尽全力还是投不进，看来是平时疏于锻炼，身体不行了。如此差劲的男人，小薄荷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这不是二少爷和小薄荷吗？大家的心意我都知道了，我都了解了。这二少爷抄风引蝶的本事可真是一流啊。下流。二少爷你竟然是这种人。少将军，二少爷此番作风怕是会有辱墨家名声，你不教训教训他？